抗议中共染学需有罪名打压，就中共近期染学需有罪名拘禁异见人士。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记者协会和民主党国事委员会表示强烈的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艾薇薇和其他异见人士，落实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艾薇薇是在今年四月三号预备是离开北京到香港，在边防的检查的时候突然呢是被官方人员带走，他的妻子怒称也都被软禁在家，他的入北京的工作室都是被搜查，百名的工作人员被带走问话。艾薇薇是音讯全无，四日之后中共才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突然间公布艾薇薇因为经济犯罪要接受调查，整个过程是令人是相信当局的所谓指控只是无理拘禁艾薇薇的莫须有的罪名，行为是令人发指，中共可耻，可耻，可耻，中共可耻，可耻，可耻。艾薇薇的妈妈高英是表示她的仔只是一名的艺术家，最多进行是一些艺术品的买卖，不涉及生意，亦都不涉及经济的罪行。事實上，由今年二月開始，網上呼籲的“茉莉花革命”嘅行動，觸動了中共的神經，近200名的人咧係被任意關押、拘捕、刑事拘傳，甚至被失蹤。中共的人權狀況是急劇的倒退。中國憲法第35条規定，中國人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37条都規定，中國人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是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決定，並且由公安機關執行咧，係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同埋其他方式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這個憲法規定，我們看到在中共近期的肆意侵犯公民權利的個案裏面，已經清楚見到是嚴重違反了這個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亦都令中國在國際上面的聲譽大受影響。我們要問中國還敢不敢說自己是法治國家？敢！中共可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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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我們強烈要求中國政府，一，遵守憲法和落實國際人權公約賦予人民的基本的權利，二，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停止染莫須有的罪名迫害異見人士，三，立即釋放艾薇薇、劉曉波、劉延斌、王琦、譚作人、冉雲飛、陳維、丁茅、陳彪、江天勇等等被議員入罪的意見和維權人士。以上的聲明，我們有五個團體是參與發起，包括香港記者協會、民主黨國事委員會、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香港天主教政治和平委員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好，跟住我哋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參與今日公眾集會活動。呢個集會係舉行之前未有按照法例第245条。我哋支聯會除咗今日嚟到呢度，中聯辦抗議中共政權以莫須有罪名係拘留艾薇薇之外，我哋跟住落去一定會有不斷嘅行動。是要求釋放所有維權人士。現在我給大家看看，其實這幅地圖啊，現在新的中國地圖，這個新的中國地圖裡面呢是有曬現在所有是不同的省市是拘捕、檢控、監禁、驅逐
的所有維權人士，我們所知道的名單。當然這個名單不是所有的名單，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我們估計有總共有200個人現在在框架緊。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新的中國地圖，這個中國地圖是一個是抗議中共亂禁拉人的中國地圖。我們不希望這個中國地圖是一路的人名越來越多，我們希望的人名是越來越少。但我們支聯會就著每一個人是被中共無理拘禁、莫須有罪名，是檢控，有些還要劉延斌咁要坐10年監，劉曉波11年監。呢啲維權人士、呢啲民運人士咧，我哋一定會繼續又不斷行動。我哋亦都係寫咗信俾香港所有嘅人大，要求佢哋，佢哋自己自稱為或者其實佢哋委任為人大，佢哋係咪有責任？佢哋係咪要為呢啲維權人士係去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嘅憤怒，要求中央係依法辦事，亦都唔係依法辦事，其實應該用法治，因為就咁依法辦事都唔夠啊！要法治，尊重法治嘅方法去處理所有嘅呢啲無理嘅莫須有嘅罪名。咁我哋睇下啲人大肯唔肯負起個責任，定係人大只不過係橡皮圖章？佢哋受佢哋個主子個指示，乜都唔敢出聲。咁我哋而家俾個機會佢，我哋而家唔去譴責佢哋先，我哋睇下佢點樣回應我哋支聯會嘅訴求。我哋希望人大攞出一個政治道德勇氣出嚟，係要求中國係尊重呢個法治嘅。咁我哋跟住落去下個禮拜咧，亦都係我哋嘅民主長跑。我哋朝頭早8:30。8:09在中大起步跑22公里，最後大家記住，最後我們都是來到中聯辦，所以如果大家是可以跑完全程22公里當然歡迎，但是最重要就是在港大的國商之柱那裡集合，12:03國商之柱集合，大家一起下個禮拜日再來中聯辦好不好？好，我們會不斷有行動，直到中共釋放所有維權人士為止。中共維權律師關志祖主席同埋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咁民主黨亦都大家知道有幾位成員亦都喺度，而家繼續進行緊佢哋嘅62小時嘅鑽石係星紅藍入面嘅，請何俊仁。係各位朋友，我哋大家都好留意艾美美已經失蹤咗，應該係超過4日啦。我哋對佢嘅安全、對佢嘅自由、失去自由係感到係非常之關心，我哋都係感到非常之憤怒。點解咧？啲法律咧係被用為係打壓公民嘅工具。我咧特別要提醒大家，實際上高喺呢段時候已經有好多嘅維權律師同埋維權人士咧係突然失蹤啊！到現在竟然是沒有一個執法機構是承認責任，說是將一些的維權人士和律師呢是將他扣押的，這件事是還更加恐怖，就是可能有些的維權律師呢是會變成人間蒸發。我們已經提過一些名稱，例如是北京政法大學的滕彪教授已經失蹤1個月了，還有維權律師江天勇、李天天等等，亦都係相繼係失蹤咗，係3-4個禮拜啦。我哋要求，我哋強烈要求，係中共係要出嚟交代，究竟點解會有呢啲政治失蹤嘅情況出現？要佢哋係要承擔責任，同埋立即釋放維權律師同埋維權人士。仲有好多名，仲有好多嘅名稱，正話已經讀咗出嚟，佢哋都係被非法係拘留，甚至咧，亦都係有好多人咧，係喺拘留嗰段時候咧，係受到虐待嘅。譬如唐吉田律師咧，
是啱釋放出嚟，但我相信佢曾經係受到虐待，精神咧係出現咗好大嘅問題。我哋係對呢啲情況係感到非常非常憤怒，抗議白色恐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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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政治打壓！抗議政治打壓！釋放艾薇薇！釋放艾薇薇！釋放鄧彪！釋放鄧彪！釋放高展勇！釋放高展勇！釋放高志成！釋放高志成！釋放胡佳！釋放胡佳！釋放劉彥斌！釋放劉彥斌！當然啦，知道一如過去啊，中聯辦都唔會派人出嚟接信啦。我哋將我哋嘅信黐喺門口度。釋放劉彥斌！釋放劉彥斌！中聯辦等咗咁耐，就希望你同警方合作，唔好再同其他人喺中聯辦嘅大閘內掉入去咪得啦。好，好，入閘入閘。抗議政治迫害！最衰啊！定出中聯辦啦！燒俾佢！你係嗰邊直曬曬底底還錢咪得咯！釋放艾薇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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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